6月17日，清河男高巨霸青春发布会在上海举行，导演蔡卓携一众主演霸气亮相。当天主演身穿男高校服出席，格外帅气养眼。发布会上首度曝光终极一战版海报，众主创则畅聊角色感悟与收获。在这样的一个大家庭里面，然后跟大家成为朋友，成为兄弟，包括跟他们虽然我们在戏里面是敌人，但我们私底下是朋友，是朋友。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戏有非常好的凝聚力。然后谢谢大家。OK， 来，我们把掌声带送给这些优秀的青年。现场主演还分成不同的 PK 队伍，两队通过跳舞毯尬舞的方式比拼制霸力，引爆全场。欧豪更爆料一场动作大戏拍摄长达7天，可见演员们的努力与敬业。没有配合过，那在整个拍摄过程中，特别是在高雄那一场打了7天那场戏，我觉得我们的配合还是非常的好，然后也非常有默契。拍了7天，拍了7天，有一场打戏在一个很艰苦的环境里边拍了7天。清河男高打破以往青春片路线，以热血对战为故事核心，还加入二次元元素，是一部另类题材的新动作电影，期待值满满。